夏天，夏天就是要吃芒果啊。吃芒果是一种甜蜜狼狈的行动，别无他法，只能用原始但狼狈的姿态吞噬它。我们终究是岛屿的孩子，喜爱热情直接的水果。行在夏天里，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城市记忆，脚踏车。脚踏车行在台北，像是一场运镜流畅的电影，一路骑着车呼呼而过，夏天好像也就这样呼呼呼呼的过了。心里的事过不去，身体出来帮助化解。那一刻过不了的事，这一刻让身体来含纳。现下每一刻都扎实地活进去，活过去再活过来，到底会发现自己里面也有一片浩浩汤汤的海洋。